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打三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。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橙子老师，大家带来古典舞声韵综合性的一个训练组合《烟雨江南》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学习第一部分。首先，在准备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人呢朝向我们的右斜前方，眼睛看向我们的二点上位，然后沉气的时候，一二三四。这是一个小的沉气，然后眼睛从上往下看，二点，上中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，从下往上看到二点上。好，第二个八拍，绕手，一拍绕腕到二，同时重心移到后，眼睛从上看到我们的斜下，二二。三四手抹下来，五六沉气回来，眼随手，七从下看到二点上位，沉三二从上看下，第三拍三四又看到二点上位，五六七八的时候从二点上位看到一点中位的一点的上位。五六七八，这时候重心移到我们的前脚，然后四二的时候，眼睛从上往下看，四二，然后三四的时候看着你的手，三四五的时候双手走，五六七八，沉下来。五六，沉气，眼睛下来。好，第一部分呢，我正面给大家讲，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眼神的一个流动。二点上，二点下，一点上，还有眼下，又看过去，看过来的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一段的眼神的变换，非常重要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数着节奏来一次。这时候我就背对着做了啊。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现在我们开始学习第二。那手呢，在这里绕一个腕儿，从里掏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到我们的三王手。注意啊，指尖略偏斜前上位，指根儿用力沉肩，胳膊肘有一个旋转的感觉。这是肘上动作，脚上动作，七八退，一二，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的眼睛是看到二点下位，然后三的时候起我们的脚，膝盖窝蹬直，其实高度不是很重要，但是我们的腿一定要蹬直哈。然后呢，到三，眼睛慢慢的从下就慢慢看到我们的二点中位。三四五的时候继续蹲，五六七八的时候延伸，同时呢，我们的八延伸，然后走吸我们的左脚，右手收回，左手手背带过，看下，眼睛是去看我们的左手啊，在这个地方。沉下来，好，然后再把这个左脚踩上去，手呢经过一个大的晃手，然后第二次是一个小的晃手，大的晃手超过我们的头，小的晃手齐眉，大的晃手超过我们的头，小的晃手齐眉。好，然后准备走沉，好，垫上去之后落我们的右脚，左脚依然垫住，立沉，然后上我们的左脚，右脚变成大椰步，身体有一个拧啊，然后看到二点上，好，然后再往我们的右转身，又是一个大的晃手，能起脚了，我们把脚退上，起，然后走三步，左右蹭，红脚，左右左，然后我们的手是起，手背带，然后走蹭，这儿的时候经过一个顺风起。手立起来，这是一个托手，好，然后眼睛看到我们的上大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接那个舞姿，所以这个顺风起不要把它立起来了，直接到这儿了之后收我们的两个小臂，好，收回小臂之后，右手在额头斜前位，左手在我们的肩膀斜前位，在肩前，然后走大下。好，我们把这一部分再来一次。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下来。然后呢，掏出我们的双手，我们的左右脚往后滑出去，重力心，重心给到我们的前脚上，头带着走，最后看出去。好，然后走。好，然后第三拍，下一个八拍的第三拍的时候回三四回来，然后第五拍的时候手撩手出去，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哒看出去，然后手继续走，
好，然后准备，沉下来了，走，看，延伸，好，然后走，沉，又从二点上位看下来，二点下位，好，下面接着走，走一个十字步，左右左，沉沉沉沉沉沉沉。好，那我们的手就晃一下，第一次晃一下，从右晃到左，第二次接小五官，右手领着走的小五官，到我们的左，从右到我们的左。好，然后准备走，一二，然后走，三四，这儿记住，这里一直都是看到我们的一点方向，然后五六七八的时候沉气，五六七八都是在我们的看一点，然后再摊手一排到位，眼睛从一点看到我们的，从一点看到我们的二点上位，哒，然后继续。沉，后面三拍，二二三四，然后拎起来，把左脚往后移，五六，这里眼睛看下，身体略微领动，然后再滑，七八，好，然后下一个八拍，踩，踩上来，手架住在按手位，眼睛从我们的一点看到二点上，然后再把左脚往前变成踏步位，手提到我们的肩前，眼睛从二点上位看到我们的八点下位，然后掏手，这儿的时候也是头跟着走，掏手转，看你的手，八，撑，拧过来。这儿回身的时候注意啊，大家的胯不要跟着动了，胯一定是锁住的，只是拧腰，大，然后盘手，落，转身，提手，抹下来，然后上我们的左脚，起左手，蹲，起。最后形成右手手心朝上，左手立掌，眼睛看到我们的上，上，眼睛看到我们上面这个手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，现在我们数着节奏来一次。了气，气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部分，然后这里掏右手看出去，掏左手看出去，给的是一边两拍，然后手从旁起垫脚，然后再从旁落到我们的
按手位，这儿落的时候有一个撑指根用劲儿，手腕用力按。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做盘按手位的时候喜欢这样，这儿省略了他的力度。好，然后呢到这里完了之后有一个跳踏步，哒哒撑出右，这是一拍一字。好，然后做了一个双手的盘手，再看一次。好，身体随着我们的右手往右边顺过来，抹开，看住我们的左手，再穿手到我们的托掌，正常托掌在这儿，但这里为了出造型，把手往后拉一拉，尽量拉到最开。好，我们继续，出右左，然后盘，顺着右手盘，身体随动，留头看住左手，转身，右手主动打开，然后穿手到托掌立。好，然后沉气下，手往后拉沉，然后切手过来，这儿沉气，然后提沉，这个沉气很容易忽略掉啊，然后走，打开提沉，再提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时候呢，眼睛看啊，这儿托掌的时候就看到八点上位，然后走上右脚，慢慢的眼睛从八点上位看到八点下位，提，看你的手沉，然后推出去到三榜首，脚滑，眼睛又从我们的手的位置看到我们的八点上位，然后上我们的左脚，这儿也要沉一下啊，走，上左脚，出右脚，双手从右提起来，手背朝上，然后沉，好，这个手，然后画啊，先说脚，右左右左，第一次右左的时候前，第二次右左的时候踏后，那手上呢是沉了之后画一个立圆过来，再是一个右手左手抹开平圆蹲住。好，这时候眼睛看到我们的右斜下位，然后再撑起来沉，然后上我们的左脚，左手横向打开，带着惯性，眼睛看到后，右手到斜上位，然后顺势滑过来，再看一下，沉转，然后做一个风火轮，下起翻手，手始终保持180度，然后下起，停住，最后我们的左手虎口贴着我们的腰，右手到上，眼睛看到左斜下位八点下方。好，现在我们把第三段数着节奏来一次，六七走，一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打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
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学习。现在呢，整支综合性的声韵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我们的虎口贴住，然后走踏左脚，沉耳靠，重心到后，然后绕腕五。这儿的时候哈，我们的身体留住一下，沉下来，然后再上脚。双手从前起，左右展开，我们的双手抹下，然后在我们的切手过来，用我们的小指带过来，在我们的胯前做一个下盘手盘满哈，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到上做一个上盘手，但是上盘手到这儿完了之后就直接往下抹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完整的。七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展开，二，沉，下盘手，上盘手，再往圆抹，然后上左脚出右脚，双手从下往上起到八点上位，同时前左脚往八点去，然后转身过来，左右左立，右脚踩上去的时候立，再看一次啊，沉了之后左右左，左右左立，抬，最后落左脚往前放。好，然后我们说手上动作，出去了之后，画，右左手往上走，左手左脚，右手右脚，左手落，右手上，然后左手继续落上左脚，上右脚。这儿其实也是一个顺风旗，但是为了一会儿接舞姿，所以这儿就不要倒过来了，立，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眼睛是看下，然后呢沉，折我们的右手手臂往回折，沉气，这个手从立上变平放松，沉，然后继续沉，掏右手由头领着走，左手落下，转身移重心前虚部位，然后 右手继续往后走，左手从落了之后提到位前，然后切手过来，注意这里的手的路线画过来，在切下来的时候眼睛看向我们的左斜下。好，再看一次啊，沉，掏，切，上，好，上过来了之后重心就到我们的右脚上，这儿右手领着一个小五官，但是不贴手哈，我给它取名，我一般叫柔球，好，然后走柔球，然后再抹开左手，重心回到左脚，右手手背跟，但是右手不要主动走，然后提，低头，落手，抬头，最后盘手，在我们的右手盘手，撩手，造型停住。那在这里走的时候注意脚，先做拐，由小指，由小脚趾带着一二三四，然后扣五六，这是一个掰扣步啊，然后走七八，就是脚上动作，
然后我们头呢也是顺着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最后看上去，好，手脚头配合着做一次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。我们把这一部分数着节奏来一次，七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的三，二。三搭四搭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。